一天我发现我发现自己的卡片被风吹掉了，心里很伤心。伤心是对的，不过是读难过。哦，难过和还好像自己的心愿。心愿。破灭了。老师知道了跟对我说心愿应该什么？应该在这里，快点继续讲。应该什么？应该在心里在大的风。刮不走他把卡片还他贴在墙上是让自己常看见自己的心愿坚定实现愿望，梦想的决心，卡片背。刮走，被刮走了，开心，可以，再写，再贴，跟虫吃。从那以后，每次都经过心愿墙，心愿墙，我总会。想起老师讲的话。
我们心想中，心中的花园一个个心望愿，心愿像一颗颗种子伴着太阳阳光迎着风雨发芽长出开花成长。你会了吗？等等，我再考你。我不要考你。